在老挝我们是没有认识，两现在没有距离的感觉，就是是开心的。我看你这个，对，你太累了，起来吧。好吧。失败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雅，来自老挝。等一下呢，要跟蜜和杨玛丽和韩涛，还有杨妹的老公叫 V 涛，对，一起去吃个饭啊，带他们去试一下我们四川的。蜜说想吃麻辣烫，然后就今天晚上就带他们去吃我们这边的当地的麻辣烫。我们一起四个人，还有三个小孩来吃麻辣烫，四川麻辣烫啊，蜜有说非常好吃，只要蜜哦来到我们四川这边，都说是四川菜很好吃，适合他的口味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弟，还有杨玛丽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杨玛丽，来自老挝。我们现在就开始了，开始了。麻辣烫怎么样？好吃吗？特别好吃，好吃，特别棒。杨玛丽，这说麻辣烫好吃不？好吃，好吃。刚才有吃，但是那味道都要到了流口水了。那多吃点啊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好吃吗？叫妹妹吃，叫妹妹吃饭好不好？你的鞋垫要放个屁。2、3，起来宝贝。吃吧，可以吃了。我要吃肉，不吃菜。嗯，对。吃饭了。不能，哦，去吧去吧。输了。嗯，输了。区别啊，这个怎么哎玛丽呢？我这样吧，我是小条。好，你能够那样，你能够高一点。对，我的腿就摔下来了。我们刚才三个人真的虽然是不同一个地方哦，我是南方，他们两个是北方。对，开始了。他们是北方，在老挝我们是没有认识，真的不认识。然后真的没想到，小雅是在那个老挝那个南方，我们是在北方的。是老就是在小雅他们那个老家，我从来没有去过的。没去过是吧？对，我也没去过。对，所以北方的话我也去过。他们你们俩是南破拉邦是吧？对。对了，他们两个是南破拉邦，我是巴色。对。但是所以在老挝的话也算是很远很远的了。对，北方南方。在了中国呢，也是四川和陕西虽然是挨的，但是对我们老挝人来说的话，也是特别特别远的。有机会认识也是特别不容易，也是因为我们俩现在没有距离的感觉，就是是开心的，就是开心，真的。小雅，咱我看你这个转点太累了，起来吧。那个，因为小雅太高了，为了能拍到我，小雅就要这样。太开心了，真的，现在开心真的话都说不出来，就再说了就真的要哭出来了，真的没想到，算是真的是缘分哦，我们三个人，我也特别开心，希望你们每年都要来，我们会每年都来的，每年会来的，嘿嘿，小孩也要买衣服，买。大小都要买。